87版《红楼梦》王熙凤，有二姐珍贵的美照，你觉得谁更美？87版《红楼梦》王熙凤，有二姐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一位眉显辣，一位温婉美艳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王熙凤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纯为起笑。新闻：王熙凤是贾琏的妻子，荣国府里的大当家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纯为起笑。先闻：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削眉，面艳心狠，八面玲珑，杀伐专断，是豪门贵族里面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更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另类女子。尤二姐，秋水明眸，温婉美艳。尤二姐柔情似水，温婉美艳，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长得比王熙凤又美，贾琏见了也是心动不已，在小花之巷买了房子，置办家具，亲屋藏娇，娶尤二姐为外室。尤二姐嫁给贾琏后，勤俭持家，贤惠大方，贾琏敬重她，尤二姐也尊重贾琏，算是一对美满的夫妻。奈何还是被王熙凤知道了，也为这位红颜后续悲催命运埋下了伏笔。综上所述，王熙凤面艳心狠，尤二姐温婉美艳，贾琏对二位佳人也是惊为天人，奈何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王熙凤是最后的赢家。尤二姐红颜薄命，现在看完两位佳人的美照，谁的颜值更胜一筹了？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